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嚟呢度望望呢度，望一望呢度，呢度唔该。再嚟播，系咪都仲系好惊会俾啲神徒围攻？唔惊啊，俾人问到我唔惊。因为我已经访问，每一次啲人都系问我你惊唔惊啊？咁但系我已经有少少已经过咗嗰个。即已經拍完了一段時間啦，自己都冇了那個感覺，即因為都冇得去預計呢件事。即係問到已經反而係冇感覺啦，已經。但係預計到即個片段播出咗之後，會有咩反應？我都唔知道，我覺得，我就希望大家我。少少壓力嘅，但係其實可能因為我覺得依家開始大家。講得多了，咁然後知道大家其實都有個心理準備，其實都睇過韓版，你大約知道個劇情係點樣。咁我又覺得大家佢哋嘅 fans 其實又唔係真係話咁會，即係會即係講下笑。其實佢哋都好好嘅，即係佢哋都真係會，即係嗰次拍嗰時都會同我哋講加油啊！即係唔係話諗住真係乜搞錯啊？即係點解會同佢哋拍啊？即係都唔係咁嘅，佢哋好理智嘅其實。但你怕唔怕咁樣？好。但你怕唔怕自己睇翻一啲親熱嘅鏡頭？會，其實我覺得係唔係淨係親熱嘅鏡頭咯？其實我每一次自己做完嘅嘢啦，即係電視劇又好或者電影嘅都好啦，即係都會啊好緊張啊！我唔知道自己做成點咧，即係可能即係你都會有一種睇翻自己都有少少尷尬，即係唔係淨係親熱鏡頭咯？嗯。電視劇不會是很尷尬，即跟自己爸爸媽媽看自己都真的有點尷尬。他們會不會自己找你看跟你說？其實我媽咪是會，我媽咪是會自己去買戲飛進去看我的戲的人，即是她很 supportive 的，所以我想她都應該可能會自己開電視看，但她不要說我知道就可以了。要再想下咯。有冇開始收到啲 DM 啊？即係無論贊你或者即係訂咗嘅 DM。其實係拍緊嘅時候已經有，拍緊嘅時候開始有攻擊性嘅留言啦。啊，即係啊，我唔想講啦，佢一定會即係我佢即係會有一即係其實唔係好多嘅，即係可能兩三個留言係比較。賤女人是啊，但他應該不是阿 Low 的 fans 嚟嘅，我不知道，但總之是開始知道，應該大家知道了我接了社內親親，開始是會有少少一些不是太好的 comment 啊，即可能 DM 啊，咁但我係其實我係得啖笑嘅啫，因為其實都真係演員是唔通唔接工作咩？即系咯，即系好简单。其实大家都系做嘢，我唔会。其实我真系唔回复，同埋其实系攻击唔到我噶，因为我觉得冇，即系我冇，我对得住自己咯。做嘅所有嘢都系。其实如果系嘅话，都应该系嘅，即系要计。但系其实又冇。即都冇得講啲咩咯，即因為始終都真係工作，同埋係戲劇嚟嘅咁樣，係啊。有，我同 Shelly 拍緊嘅時候就係我哋係大家，因為佢又對住 Eden， 我又對住阿 Low， 之後然後佢都會有一啲唔係太好嘅 DM 啊留言啊，即大家就覺得是啊是啊是啊，即但系即只能够觉得即做，希望自己做得好啲，即其实冇嘅，都冇嘅，都我觉得都要去点讲咧，喺即喺呢啲，其实我觉得做得呢个行业啊，或者其实就算可能阿 Low 啊 Eden 佢哋自己本人都会受过好多唔同一啲攻擊啊，言語上啊，可能網絡上都有人
話佢哋啊？即大家去點樣處理？即就係唔可以太過認真去對待嗰啲 comments， 做翻好專注自己工作，專注自己嘅本分係最好咯。即反而 focus 咁多啲人點講自己就會好容易 lost 咯，我覺得。但係同步地會唔會都收到一啲鼓勵嘅 message 啊？啊，都有嘅，其實都有嘅，即都開心係其實佢哋嘅，即可能佢哋 fans 都其實唔係話，即反而我覺得。我覺得攻擊我的人未必是他們的粉絲，即可能是一些 不懂得的人，但是他們的粉絲其實都很 supportive 的。即我都試過，記得有一晚拍到很夜，在忘記了在好山卡拉地方，他們的粉絲都可能會去看他們拍攝啦。我記得那晚他有個粉絲是送了包糖給我的，即我是覺得很 sweet 的，是的。其實應該有機會是如無意外是應該會有再合作的機會的，是啊是啊， IT9 我不知道說不說，是啊，即如果希望 IT9 可以的話，是啊，嗯嗯，好，好，好，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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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知佢係嘅，連書係幾準備上馬啦。唔緊要。連書係幾準備上馬啦，會唔會都留定期去做鏡？我其實本身係好想去，我今個月其實係唔係好出席到謝票，因為我嚟緊會去日本做嘢啦，同埋十二月咯，十月嘅話我就會跟翻年少日記嘅謝票場咁樣咯。嗯。我都期望個好成績啦，都。我都希望《年少日記》可以多啲觀眾入場睇啦，因為即我自己都經歷，即同呢班演員，我係覺得其實《年少》入邊嘅所有演員都好好，同埋我覺得呢套戲都係值得入場睇嘅，係咯。演員話咧，佢已經導演拍嘅時候，想佢演即係有，我哋每一日咧，我每一次其實我唔係好多日嘅啫，但係我每一次去到現場啦，我哋拍緊嘅時候咧，開始 roll 緊機，我係望，有時我可能我喺後邊 stand by， 咁佢拍緊其他嘢，我已經點解阿卓會開始見到佢慢慢默默地喺度流淚，喺度默默地，即係佢係每一日都會喊咯，即係我哋已經係我哋係每一次見到係啊，我哋每一次見到阿卓都佢又喊啦。佢好可爱啊，真系好可爱，因为我冇试过，唔会啊，我反而觉得，即系我觉得好，我冇见过一个导演会自己拍，因为其实剧本佢自己写嘅，即系我冇谂过佢会可以一路拍一路喺度喊，因为其实都即系佢要对个剧本好有感受，佢自己好。你 feel 到佢好愛呢個劇本，先會有咁樣現場咁樣睇住都會喊得出咯。即係我哋大家其實拍緊戲嘅時候，就算你拍幾慘嘅嘢，你喺隔離大家都係做緊嘢嗰個狀態咧，你係冇可能會可以喊到嘅。即係但係佢係，我覺得佢係真係好，佢好 into 件事咯，係啊。嗯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係咁樣係。嚟三位中間，唔該，望望呢度，係再嚟多張。我三位呢度。嚟呢度重新嘅，望望呢邊，唔該呢度。喺三位呢邊，唔該。好，呢邊呢邊。嚟中間望望，唔該，呢度呢度。